钱。保罗啊，你阿叔唔知啊？你唔知阿叔啥呀？买十二条，你那个小渣啵？呀，吃好了。哇，今天我的钱啊！耶！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啊！我之前有个朋友，他很爱做梦。但现在问题就是，他把我们身旁那些人都拉去，等一下买神像、养鳄鱼、做回收，还卖古董了。问题就是，人们都没赚到钱，反而变得越来越穷。阿福叫神友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，跟他一起那段时间，蛮开心的了。我来去找你吃排骨汤，吃排骨汤啊，小骨汤啊，过来当鸡汤呢。后来才明白，真的蛮开心的。我对你有多依赖，只凭我自己一定撑不到现在。我遇到的难关，你总抱在你身上，好像忘了谁更多才多难。早已习惯你给我的心安，只要你在天就塌不下来，忘了原来你也会离开。现在才知道你是我能啊，你在照顾阿公那么辛苦，啊，你不顾好你自己，以后我要照顾你。有事告诉我。我要去看医生了。何必快乐伤心？要孝顺你妈妈哈，你妈妈真的是很孝顺阿公的。那所以不用孝顺你了。阿爹。只能说啊，要我跟大女儿，你叫个人爸，我会当个后妈，只能搁在照顾我。你敢不敢后悔？我继续人啊，想跟下代听啊，就是啊，你做我小弟呢，啊，啊！恭喜完全娱乐 YouTube 订阅200万，200万！首创电视与新媒体并行的娱乐节目 YouTube 频道订阅人次突破200万，是台湾地区前10大 YouTube 频道，位居台湾电视节目类频道冠军。希望完全娱乐多照顾五月天，然后大家也多照顾完全娱乐。谢谢完全娱乐对我的照顾。最及时、最丰富、最有趣、最不能错过。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，完全娱乐。观众与艺人最信赖的娱乐品牌，让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